台风刚刚走，可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潮湿的尾巴。非常感谢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湿哒哒的晚上来参加我们500样的赠奖典礼。我们已经不是新手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对于未来有很大的想象跟期待。容器一样，把这些过去的能量都挖掘出来，获得新生。那空山就是不空的。对于我们创业界的先辈，我们童子杰董事长，就是每一个这个童子杰董事长背后，可能有99个这个跟他差不多时间一起创业然后失败的人的故事哦。那虽然我是吴老公领路人，但是他还是我人生中的领路人。因为谢谢宣芳娟写下《初心》这本书，让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我非常迷惘，然后能有勇气到海外去追梦。在这个世代，我觉得传承已经不再是我们手把手把我们所会的东西交给下一代，而是我们怎么帮他们打开眼界，打开那个创造力，让他们能在一个不同的时空看到更好的东西，看到美。成品是1989年成立哦，所以我们没有资格。就是如果已经不够年轻了，在我真的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几千人的海选里面选中了我，然后去一个完全没演过戏的人去成为一部电影的主角。对，那时候，我真的是鼓起很大的勇气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运气真的得来不易。